塀の中で働いてるような感じ。もう私たち悪いことしたわけ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こうなんていうんだろう、牢屋にいるっていう。七年前强震引起的海啸淹没冲毁了4公尺高的防波堤，涌上陆地。光在岩手县鹿前高田市就夺走近2000条人命。周日在3.11七周年追思会上，有幸存者致辞时提到难忘当时海啸的可怕。灾后七年，政府在岩手县的临海地区重建高耸的水泥防海墙。防潮堤がただなくてもいいと思った。それがあれば。波が見えればほら見えてって見えてもあれが立つと見えないもん。起初防海墙的观念获民众支持，现在出现反对声音。有民众说，规划时政府没有征询人民同意，而且为了建防海墙已经花费超过台币3750亿，应该把钱用于其他重建，例如青岛的民宅。311大地震发生后，最多曾有47万人在避难所生活，截至今年2月，还有7万多人仍无家可归。日本政府新建的3万户灾害公营住宅，截至今年1月底，约完工28000户，要到明年3月才会完成所有户数。现在还有超过4万人住在临时住宅，这些人当中高龄化比例超过40%，另有80%以上民众认为，地方经济在7年后仍然没有脱离大地震影响。誰かがずっと測定をしてないと忘れられてしまう。過去のものになってしまう。除了重建慢，福岛核电厂灾害首当其冲的当地民众也担心政府提供的辐射资讯不够完整。在非政府组织协助下装设监测仪器，发现灾后当地辐射指数比正常值高出50倍。至于福岛核电厂，今年2月测到的数值是每小时112微西弗，还是在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的范围，要30到40年才能将整个地方清理完。大爱新闻陈晓玲编译。